我踩坡钉的时候看到了这个，这是野鸡吗？给我吓一跳！哎呦妈呀！大家看看，它好像已经死了。我们把那镐拿，它咋死的呀？妈，都干了！哎呀妈！这是鸟啊还是鸡呀？鸟吧。哎呀，这都干了身体。把我坑给埋了吧！我听着，我就不咋会用这锄头。就都晒干了，感觉都。